我的快递啊。哦，先生，我打的不好，您能说国语吗？我要快递啊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要登录资料的是您现在与我通话的这支门号是吗？嗯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先生，这支门号是您本人使用的是吗？嗯。请问一下，您的大名是叫做？我姓中暑的暑啊。中暑的暑。中暑的暑啊。中暑的暑。中暑的暑怎么写呢？熟透的熟啊。熟透的熟。嗯。左边是怎么写？右边怎么写呢？中暑的暑，食物啊，食物啊，中暑的暑，熟透的熟，熟透，熟透的熟是暑假的暑吗？不是，我们在道路的旁边那个熟透的熟，熟透的熟，嗯，怎么写呢？您不会解释吗，先生？那个要怎么讲啊？比方说，左边是个日字部，还是一个？没有，有一个口。一横一撇再一个口，一横一撇再一个口。哎，是读鼠吗？熟头的鼠啊。熟头的鼠。哎，请问先生，你身边有朋友吗？没有啊。老板在吗？啊，讲台语听不懂吗？熟头的鼠，不好意思哈，那我帮你写台语先好吗？